周帮周排行榜，这边会做每个榜单的分类。那一样点选国语进来之后，就会显示当周的所有的榜单的内容。这边会有40首，那一样可以选择某一首歌曲做播放。所以其实这时候背景已经在播了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可以针对正在播放的歌曲进入到 K 歌模式。